大家好，刚下飞机，从上海回到深圳，直接去球场练一下。看，拖着行李，反正摸一下球，练会儿力量，然后晚上再去休息。我们今天刚见到他，在那儿很勤奋的想练，所以我今天就带他练。篮球、游泳，然后羽毛球，就差不多这几样。你最喜欢是篮球吗？最喜欢的就是篮球。好好，可以捡。真哥，真哥嘛，对。好的，谢谢真哥。
刚才球场练完，然后明后天大后天都有比赛，所以今天趁着机会就练点力量。昨天练了弹跳和下肢、腰、核心、腰侧，今天练点上肢，然后明天下午的篮球活动，所以上午明天练点高翻，可能练点发动型的，就爆发力啊 ，power exercise handling probably， 然后完了以后顺便在球场投一下，脚一下感觉，因为你练那些大力量，包括奥运举重那些举重练习，有时候得脚一下投篮手感，要不然你的肌肉可能就没松开，是个说法，所以明天是这么练，现在练点上肢就撤了，今天下午就休息。然后还有上午是咱们先，